冇用噶，分手啦，等下一年，等下又一年，即系我要等到你几时啊？你太唔成熟啦！你睇下，你连买嘅花都错嘅。其实我连笔名都想好了，叫红豆。但是在香港做摄影的，哪有找到食的？不如俾心机打工好过啦。咁呢个始终是我梦想嚟嘅。如果我出咗名嘅话，成功咗，我就可以多啲人認识到我的作品。食咩啊？无论点都好啦，我会陪住你嘅。不过你要应承我。在我哋将来大个咗嘅时候，至少我哋都要揾到钱养到自己。得啦，徐希妹，我都就嚟30岁，你睇下你，你连一份正当嘅工都冇。你知唔知道女人需要嘅系咩啊？系安全感啊！你连啲最基本嘅嘢都俾唔到我，咁我点同你一齐？睇，我当初中意你系因为你有梦想。你夠膽衝，但呢度係香港，要賺錢，要揾食，即係唔好講啲咩夢想啦，好嘛？最近有個人追緊我咯，即係雖然佢只係一個警察，但起碼佢可以俾到穩定嘅生活我。我哋唔好再聯絡。你好，紅豆。呢本攝影集《交完愛能重回那刻》好出名喎。其實呢個咁冷嘅題材，你嘅靈感係嚟自於邊一度嘅呢？靈感其實嚟自一個俾咗機會我去實踐夢想嘅人。係咪國際攝影大師 Mr. K 啊？聽講你呢幾年去咗佢嗰邊做助手喎。唔係佢，其實佢係嗰個我想翻翻去之前重新表達愛嘅人。所以出呢本攝影集嘅其中一嘅原因就係、是。希望帶俾讀者一個訊息，就係追緊夢想同時，都要珍惜身邊每一個人。其實你覺得夢想係啲咩啊？我都就嚟30啦，你睇下你，啊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系你要应承我，到我哋大到咁上下嘅时候，你一定要揾到钱赚到我，傻，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真系咁，好噶，好噶，你啱啊，I'm sorry 啊，你可以继续加翻啲高嘅，红豆，而家定唔定啊？有汤，咁样点定啊？咁样。轉一下，即係本身咁樣喐緊嘅，跟住轉一下，跟住再行咯，你咪係咯，笑咩啫？